家咧就喺派帖嘅階段，咁就真係好開心，因為其實派帖咧，每一次你俾嗰個人嘅時候，咁對方咧又會同你 update 下個狀況啦，大家會傾下偈啦。咁其實好似你有成200個機會同每一個賓客、每一個朋友咧都即係互相傾下偈咁樣。咁同埋派帖咧會有好多飯食啦，好多 gathering 啦，因為會約朋友出嚟啊嘛。咁所以呢個階段係好興奮、好開心嘅。咁啊，各方面嘅嘢準備好曬，即係可能即係群啊、喺度啊咁嗰啲準備。其實咧就係因為好有信心，所以未準備好。因為我同婚紗方面就同設計師其實都好有默契，咁我就等緊佢最近出新嘅 collection， 咁呢幾日咧都會落實㗎啦，應該。怕唔怕即係咁遲先落實，可能會有啲咩差池，即係可能會又要改衫啊，可能有啲咩問題。就係遲先穩陣，因為如果我太早就度咗身嘅話咧，可能未必啱嘅。咁啊，如果我同佢係咁互相信任嘅話咧，就 last 呢幾日咧度就最準啦，真係。咁啊，有冇定咗有啲咩兄弟姊妹團？我哋兄弟姊妹團都係一啲自己由細到大嘅朋友啦，但係可能一啲幕前嘅嘉賓咧，我哋就反而想佢哋嗰日係著靚靚啦，可以舒舒服服咁樣嚟影下相、食飯咁咯。